大家好，我是小庄，今天是2020年的9月1号，九月的第一天。那么我现在呢又回到了乌节路，最近又要住在这里了。然后看，那是泰国驻新加坡的大使馆，据说这块地很值钱啊。好，现在我们去我住的地方。那么我住的这个宾馆呢，就在泰国大使馆的旁边，就在这儿，叫 Yotel。我怎么感觉去这个酒店的大堂有点像迷宫一样的啊？好，看到了，在那儿。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房间。那么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这个住宿体验的测评吧。大家可以从我的这个镜头里面看到啊，因为我的房间不是很大，所以呢我这个相机的拍摄角度可能不会那么的理想。那么进门以后呢，在这个门的左手边，大家会看到一个工作台，在工作台这里呢有一把可折叠的椅子。这个椅子呢你可以这样子折叠起来，然后放进这个地方。那么在这个工作台上面呢，它有摆放了这个烧水壶，另外呢酒店提供的都是这种一次性的纸杯，不过你可以用很多次了。另外就是提供有茶叶以及咖啡，不过我咖啡已经喝完了，就是雀巢的速溶咖啡。另外呢还有提供这个纸抽，然后在这里呢就是电话了，看起来很小，不过也是可以打室内的，免费，但是你要到前台开通交押金。然后这个呢是比较酷的一个，就是你可以通过它这个连接电视机的蓝牙以及插上你的电脑，可以投影到电视机上面，所以很方便，这个操作非常的容易。然后这个插线板呢，插座呢是通用的，所以中式的插座在这里也可以插，西式的也可以。然后这里就是灯的开关。好的，另外呢就是操作台这里呢，工作台这里呢有这样子的，像个电脑桌一样。然后这里就是保险柜，这个保险柜很重，也是移不走的。然后在下面呢就是冰箱，这个冰箱非常的小，制冷效果我觉得挺一般的。好的，这是我的早餐的瑜伽yogurt 还没有喝完。好的，然后就是在这里呢就是要说的这个床的下面呢其实是可以放行李的，因为房间比较小，所以放在床下面也是节省空间。然后就是这酒店的空调呢，它是中央空调，其实如果你离开房间它会自动变成25度，当然你在房间的话可以控制。然后这个酒店的控制系统也是啊，如果你离开房间了，这些灯就全部会
关掉，因为那里应该是有一个探测器，只要没有人在房间里面就会断电。那么现在要介绍一下这个床啊，这个酒店的床呢，我从他们的那个平面图上面看到，这个叫 Smart Bed， 智能床。那么它的智能之处呢，就在于可以伸缩调节它的那个靠背。感觉这个床啊，就像是医院里面那种可以抬起放下，然后伸缩的那种，给病人睡的。只是它这个抬起这个速度啊，特别的慢，比较缓慢。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这个视频，我就不截它了。看一下多少秒，它伸缩到那个位置。好的，对，我估计应该十几秒至少吧。另外呢，这个床啊，就是非常的软。我觉得很舒服，你躺在上面也像是一个特别软的大沙发。然后呢，床前头呢有床头灯、阅读灯，比较方便。只是我在拍这个视频的时候呢，还没有人打扫卫生，所以床我铺的没有那么专业啊，请大家谅解。这个酒店规定呢是三天打扫一次房间，所以也可以理解了，没必要每天打扫，我觉得。然后就是床前的这个工作台，那么这个宾馆呢，因为空间有限啊，所以大家看到他们想方设法的节省这个空间。那么它这个其实是可以合起来的，合起来呢就是贴到墙壁那里了。它这个工作台这里呢，有插座，这个插座呢也是就是万能的那种，然后。好处呢是它也有 USB， 所以直接插 USB 也非常方便。然后大家看到了这个操作台呢，其实就是一台电脑那么宽，所以不是很宽。然后就是介绍一下这里。那么因为房间不大，所以呢一定要在节省空间上面做足文章。所以呢这个酒店除了这个工作台，是这种可以收缩的桌子桌板以外呢，那就是这个墙壁这里。那我们来看看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吧。先把这个撤掉，撤掉。大家看啊，这里其实也是可以伸缩的，它这个挂钩是可以伸缩的。然后就是这个地方，在这个隐秘的墙壁的壁橱里面呢，就挂着它的熨板跟雨伞。现在来说一下这个我觉得比较不错的电视。它这电视的遥控器呢是有塑料膜包起来的，然后它也写了在上面，就是Protective cover replaced after every stay， 就是这个保护膜每一个人住了以后都会更换。这个电视呢我觉得非常的不错，因为它这个画面的质感非常的好。另外呢它这个频道也特别的多，一共有62个频道，而且包括了很多的中文频道，有中国大陆的、台湾的，还有香港的。那么酒店的这个电视呢，你打开以后它的设置的主页面就是这种类似让你静心的这样的画面跟音乐。然后你再选频道就可以了。然后他有自己的这个频道，就是介绍他这个酒店的。
所以大家可以通过他这个介绍影片了解一下这个酒店。那么这个电视呢，你可以下载它的这个 APP， 然后连接 APP 对电视进行操作。只是我试了一下啊，我觉得那个操作方式呢，不是很灵敏，反应有点迟钝，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直接通过我刚才说的那个床头的那个蓝牙功能，你按一下它，然后连接这个电视，连接成功以后呢，你手机如果播放任何的音乐或者说声响，那么它这个电视画面就会自动变暗，然后就成为了一个音响。那么现在还有一个我忘了说，就是它这里有这个他们的 logo， 那这个灯呢，其实你可以在床头把它关掉的，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你看着电视，然后这个灯晚上的时候打着你的脸，所以也不是很舒服。然后还有一个我忽略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酒店还是为了节省空间啊，或者说也是方便大家了，所以在这里呢有一个开瓶器，直接是钉在墙上的，所以你如果有啤酒瓶啊，或者是瓶子，都可以在这里直接开掉。酒店呢每天也送两瓶饮用水，很小瓶，不过也是不错的。那么好的，我们这半部分呢就介绍完了，只是辛苦了大家。这个因为房间空间小，所以摆放这个相机的这个位置呢就不是很好找，好吧。那么这半部分介绍完了以后呢，我们来介绍这半部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晒衣服的地方。那么酒店提供的是两种衣架，是这种还有这种，那么都是塑料的，一共是2、4、6个。唯一别扭的我觉得就是它这个晒衣服的地方是在这里，然后呢就没有通风了，房间是只有空调的。然后就是这个桌子，它是说放物柜，那么你如果衣服洗完湿湿的滴着水，你不可能放东西在那儿，所以这个设计有一点点别扭。然后呢这里有个挂钩是可以挂你的浴巾的。好的，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地方。那么这个酒店的平面图上面是说这个叫 vanity， 这我第一次学这个词啊，其实它就是 dressing table，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梳妆台，其实也可以理解成盥洗台，因为它这里是可以洗脸的嘛，对吧。那么vanity 这个词是虚荣心的意思，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英语有的时候也蛮有意思啊，你看在这个梳妆台打扮自己是不是为了虚荣心啊，为了面子所以 vanity， 所以这个叫 vanity，在英语里面我第一次听，以前我会叫它 dressing table， 我明白，但是 vanity 我真的第一次。然后我看它的平面图以后说什么是 vanity， OK， 原来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虚荣心，一个就是 vanity table， 就是指的这种梳妆台。那么它这个梳妆台呢非常的小，大家都看到啊，就紧挨着厕所啊。然后呢梳妆台呢看起来也确实像那种化妆台，边上两个这样的灯柱。那么酒店提供的这个洗手液呢我觉得非常的香，颜色都一样，挤出来都是黄色的。然后我试了一下它的这个牙刷，就是像别的酒店一样的嘛，中规中矩，还是不错的，也是这种软毛牙刷。然后它提供的杯子呢是纸质纸杯，但是你知道纸质纸杯就是你这牙刷一放下去倒了嘛，所以放点水在那儿放着。然后它还有送你这个Sanitizer 这个 洗手液，看起来不错，我还没用过、然后还有这个消毒纸巾， OK， 整体上还是不错。不过我有一点我不太明白的，新加坡的这个酒店啊，就是很多地方你会看到它这个插口，但这个插口呢其实你又不可能插那个吹风机啊什么的，因为它这个形状很怪，我不知道是插什么东西的，
哦，可能是那个吸尘器，可能我不确定。然后他这个梳妆台呢，下面也有送你纸杯，不过这看起来就是啊，说实话，我觉得有点 low 的那种感觉。But anyway， 然后熨斗在这儿，然后就是吹风机、风筒。这个风筒我试了一下，风力非常的大，你看，也有他们的 logo， 看起来就很大，所以它的风力自然就很大了。好的，先放一下。垃圾桶在这儿，然后这里应该就是它的一些操作的东西吧，所以是锁住的。好的，那么就进入到我既要表扬又要吐槽的这个洗手间。这个洗手间呢，跟这个淋浴房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宽度呢就是我一个人的手臂这么宽，然后整个房间呢还是比较明亮的，因为大家看到这是一个落地窗在这里，然后面对的就是乌节路。但唯一一个缺点呢在这里，就是这个洗手间跟这个淋浴房呢是连通着的，那么它唯一一个可以隔开这里的呢，或者说干湿分离的呢，就是靠着这扇门。但这扇门呢又有点问题，就是它没有完全的盖住啊，所以你洗澡的话，如果不小心这个水还是会喷到洗手间这一侧，然后洗手间的地板会有点湿。酒店提供的这个沐浴液啊、洗发液，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非常的香。然后它这个花洒呢是放在这里，而且特别的矮，那么它有一个淋浴就是在这里，但这个的水流好像比较小，所以我一般还是比较倾向于这种花洒。那么现在开始这个洗手间的吐槽部分，就是这里，就是它的窗帘。这个酒店呢小可以理解，毕竟是在乌节路对吧。那么吐槽的主要点呢，就是它这个窗帘啊，它是这种珠子这样子拉拉拉拉了以后，你可以这样子拉上去对吧，但是它这个经常会松掉啊，就是这个它这个窗帘啊，这种珠子特别容易松掉。现在大家就可以很了解了啊，这一个房间呢唯一的一扇窗户就是在这个马桶边上对吧。但是很遗憾的就是这个设计啊，我个人觉得不太实用，不太实际。你坐在马桶的时候，使用马桶的时候，你不可能欣赏这个美景，因为你必须要把这个窗帘拉下来，那你一天又不可能只上一次厕所对不对，所以你要频繁的拉窗帘放窗帘，所以你在房间里面等于是没有什么沉景或者说窗景，因为你的窗帘大部分时候其实是盖住的，因为你不想麻烦自己嘛，每次拉来放下拉来放下就特别别扭。那么可能是因为当初设计的时候碍于这个整个建筑的这个布局，所以他们只能这样设计吧，或者就是他们故意这样设计是一个特色。但是对我个人而言，我觉得不太实用，就是因为洗手间在外面，卧室在里面，然后洗手间这里对着窗户。当然这个景是没得说啊，就是乌节路的城市景。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窗景是什么样子的吧。大家可以通过我这个镜头呢往远处左上角就可以看到那个滨海湾金沙酒店 MBS， 就是那里像个帆船一样的。然后近距离的这个呢，因为我拍不全这个挡住了，这个呢就是董厦，里面呢有万豪酒店，然后前面的这个这两栋楼跟这个就是我之前住过的那个乌节路上的Mandarin Hotel 乌节路文华酒店。然后这两个地标啊，这个怎么说褐色的吧，这个呢就是乌节路上面的地标，那个是易安公司的易安城。然后我们再往远处看，那里这一排呢就是在那个新加坡边附近那个 CBD 那块，大家可以看到那个 OCBC 华侨商业银行啊。然后再往这一侧呢就是新加坡城市的天际线。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这
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建筑，看有点像蒙古包的感觉的这个建筑，这个呢叫 Wheelock Palace， 中文名是韦勒坊。那么它是一个购物中心的啦，因为这里是乌节路嘛，所以这次全是购物中心啊，或者是酒店。然后从我的洗手间可以直接看到像希亚顿啊这种大酒店，看在右侧。那么这一侧的这个呢是Far East 购物中心，远东购物中心。然后这一侧我只能看到一点，就是这里面，这个里面呢就是泰国驻新加坡的大使馆。然后前面这条就是乌节路了。那么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城市景呢是无话可说，非常的漂亮。尤其有的时候啊，就是乌云密布的时候，或者说下雨天的时候啊，这个城市的天际线跟这个云真的非常的有层次感，很有立体感，很漂亮。那么好了，这个房间的介绍呢就大概是这个样子了。那么现在有请我们昨天的小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酒店的早餐，欢迎他带来酒店早餐的测评，请大家欣赏。好了，这就是这个酒店提供的早餐。那么你每一天晚上11点之前要把表格填好，填好交给他们，然后早上按照你自己确定的时间去10楼领早餐。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早餐有什么。我第一眼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有橙汁，但实在是没有地方啊放了，先放一下橙汁。Yogurt 酸奶，然后这是什么，哦 Salad， 不知道看不看得到，看沙拉。然后就是咖啡，它这样子打包的。番茄酱啊这些，然后有一个餐具这样子。苹果，然后是重头戏，就是这个，我点的这个应该是吐司啊这些，对，你看，好，那么我近景给大家拍一个。就只能坐在这个床的边缘，这样吃。不过这离电视太近了。然后这个就是他们的三文治、三明治，spicy chicken sandwich。Yeah， いただきます。这个 sandwich 三明治，我觉得不好，蛮好吃的，但是就是这个面包。可能是那种法棍的那种面包，所以呢有点硬。有点硬。那 boogie 啊， boogie 法棍就咬的牙齿有点疼。这个 salad 其实也是不错的，然后吃这个 salad 就像沙拉，就像什么吃那种爆米花一样的一个桶，然后抓着吃，或者这个咬着吃，或者吃冰淇淋一样的。然后它这个也挺多的，其实
就是有西红柿、黄瓜，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简易版的沙拉。那么最后一个镜头要介绍这个早餐的橙汁，上面呢我还看到了中文，大家看一下，美丽人生 Beautiful Life， 很多地方的那种橙汁啊、果汁啊，就是那种盒装的，可能其实就是那种饮料了，所以它不是真正的那种我们所谓的鲜榨的那种，对吧？果汁，我来体验一下这个是不是？从外面看起来像是，因为你有看到那种果仁，对吧？哦，一点点果肉，是真的果汁，真的那种鲜榨的果汁。好的，那么对于这个酒店的早餐测评呢，我觉得不错，基本上是很满意的啦。还有个要吐槽的就是它这个门啊，就是你离开以后它不是自动关上的，所以有点点危险，我觉得你要自己再拉一下它才完全的关上。